成，你说看到现在，我不觉得他的眼泪像水龙头，你看他好都很凶悍的一边呢、啊。我在后面，你看每个人在旁边都要站在旁边。对，为什么？你被他一打，你到墙壁上。第一次合作就是十八岁的约定，是第一部戏，对，两个都是新人嘛。对，嗯，哇，那很好玩，而且还一起上表演课什么的。嗯，那时候你们看两个人顺不顺眼？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蛮害怕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很冷艳、很高傲的女生。可是后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没有，我一到一个新环境一紧张，我就会这样子。人家说你说哭就哭。可以吗？十秒钟，现在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两秒吧。两秒、啊，随便两秒就哭了。要找到那个点。其实刚刚他弟弟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感觉到他眼眶是红，而且他一哭鼻子就是肿的、红的，很明显。有。可以。没有，我忍很久。鼻子红了，肿了。不是因为我今天看到这样，我从刚刚上来的时候看到这样，很难得。对，你的好朋友都在这，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画面很难得。哎，怎么办？他真的就哭了。没关系，不要理我，不要理我。好，等一下，卫生纸。没关系。哎呀，对啊。而且把鼻涕擤一擤。陈英姐，你干嘛也哭了？我在看人家流眼泪。而且他鼻子为什么这么红？而且眼泪都流得很直，但是鼻子会红啊，这很赞呢，真的、嗯。那他平常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哭？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。其实拍戏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情绪，然后不管有没有要哭的人都会抱在一起哭。真的、哦、对、嗯、而且其实我常在跟他讲我家的事啊，或者是就是我们两个常倒霉，就是有一些倒霉的绯闻，然后可能我在跟他来，我最喜欢倒霉绯闻。我每次看到平年是讲，我都在想下次我碰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要问啊，林依晨那是不是真的啊，杨丞琳那是不是真的啊，倒霉绯闻哪几个是最倒霉？最倒霉的是我之前的，跟谁？跟贺军翔的。对啊，然后可能跟他讲一讲，然后那贺军翔跟你倒算不算倒霉？大家都很倒霉。对啊，反正我跟他讲一讲，然后他就会哭。然后像我生日的时候，可能因为我前阵子在大陆在内地工作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可能要很多，大概要一个月都不会见到面。可是一个月其实不会太长，但因为我们太常联络、太常见面，然后可能只是跟他说：“哎，伟伦，我跟你讲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讲，我不要听。”因为他怕他会哭，他不想扫我的心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嗯，好吧，那我不讲。”就他自己跟我说：“陈琳，你在那边要注意啊。”然后就一直在。身体百分人的身体有70%是水，他大概95%吧。印象最深刻，你跟他一起演戏，因为那时候刚出道是处于最胖的时候，就是已经快要50，然后那时候而且我圆身，所以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圆润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常常跟他抱怨说，因为他看起来都很瘦，虽然他那时候比现在还胖5公斤6公斤，还是很瘦。然后就跟他说：“伟伦怎么办？我那么我就圆圆的，然后有点小腹，然后整个人就看起来圆嘟嘟的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不会呀、啊，你看我有小腹。”然后就掀起来，我就他的比较好看了。你们是第一次合作在双球小子，他说你是耍狠的，熟了。哦，我们都是吧，我们都是嘴巴很狠，狠，然后都不敢做。对，那很。狠些什么呢？比如说像我们以前被拍到啊，然后被拍到在 bar 里面喝酒，然后被拍到，然后可是我就会跟雪伦约出去的时候，我就说：“雪伦，我们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”所以我们每次都去同样的地方，然后每次都去同样的位置。真的，我相信狗仔就应该有上千张我们两个出游的照片，因为他们都不想用。你们有没有故意，比如说手拉手啊，这样？这个就是嘴巴说狠，然后都不敢做。我们都说下一次我们要什么穿情侣装，或者是手牵手去看电影，可是都没有做。对啊，他真的一牵就牵出感情了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对不对？
暗示味道蛮浓的哦。你们俩第一次合作撞球起来，那之前你有没有想象徐伟伦是个什么样子的女生？我以前也是那种十八岁约定的粉丝啦，所以我就对他们的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凶凶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会觉得这个女的不知道很难亲近的感觉，对啊。然后结果我们拍戏，然后有一次在高雄拍戏，我们在车上拍戏，我们就聊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在聊什么？我刚接了一通电话，是我台中的朋友打给我，然后说我，说我变啊，都没有时间回去啊，然后我就很难过，然后他就开始在讲他的经验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而且我们一聊开就直接切入正题，就是很内心的东西。之前都还不太熟，对，所以你也看到一层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喜欢哪一个典型？我喜欢哪个典型哦？我喜欢，哎呦，好难选哦，我的妈！你喜欢你妈？我觉得。我帮他讲了，我帮他讲，他喜欢心思细密的女生。细密。对，因为他的心思也蛮细密的。哦，对。就我跟他拍戏的过程，找个法医好了。不是法医，就是能够照顾他。能够照顾到他，而且能够关心他的人。那杨丞琳就可以啊，杨丞琳。我喜欢年纪稍长的，杨丞琳比我还小哎，我的妈、啊！年纪稍长、啊，这点像是敷衍王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这一群都有一个那个什么王，什么王？就伟伦是忘东忘西王啊，啊然后敷衍王，一生节俭王吧。对。